伫酒国嘛有吼，咱来看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，咱三个来读上帝的话语，用咱用台语。我传福音是靠外口的书，是不得意那听，因为那无传福音，我就不在的。咱翻译来读一遍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。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你们站立，献花堆。